哦，俊凯，啊，美拍里面他们给好多就是菜谱建议哦，每个人都有，啊，有这种事吗？我看过啊。你去美拍里面看，美拍每天都有新收获。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都是甜品。你适合甜品啊，因为你很甜啊。哇。像我跟小白的话，那全是辣的了就。对，主要川菜多。我明天早一点去吧，因为我还有麻辣汤，还得熬绿豆汤。我们就吃饭前吧，咱先去准备材料。好吧。Quand tout va mal, when life goes wrong, try for a little French song. French song armé du démodé, le sud-ouest a fredonné. 吃了排骨，心里美滋滋，心里美滋滋，心里美滋滋。南瓜绿豆汤，南瓜。南瓜。这啥？有点心虚了。真难过，像是一次。这个南瓜真的是啥？这不是南瓜，这西葫芦，这西葫芦。西葫芦。西葫芦，它这个是巨大的西葫芦。我打开我就觉得不是南瓜，我以为是他们这边的品种。昨天谁跟我说这是南瓜？我想问一下。西葫芦有汤，随便喝。我要切排骨。昨天给你买的排骨，我让它全部给你切好了，然后你只需要从中间划开就行。好。好。皮带，小白，哎，省了我一半个力气。因为我现在知道你需要什么了。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默契，很棒。我把这个封起来，哦，对，蒙起来，蒙到切，蒙到切。猝不及防的川普。我这个是捆的，啥子意思？我都没听懂。就是整个的意思。咱现在塞啥意思吗？塞蛾子。什么呀？这个我是真的。就吃饭的意思。今天是四川话专场。主厨最大嘛。对，想干嘛干嘛。有这种四川话哦。So, what's so? Fast ban, 好不好 ？Fast ban, fast ban。我跟我说四川话，太爽了。来把我的战袍穿上。今天我跟小白，我们俩主厨。这次的菜就是宣传中华美食的感觉，所以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辣跟他们印象中的辣不一样。中国的辣是很香的辣，不仅是辣，还属于这道菜的味道。今天我们俩是一起同甘共苦的大厨。好的，加油。我有一个为你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播种一个一个就够了，谁在敲门，在敲门我就打他，结果是店长。哎呀，店长，说对了啊。哎，我看你笑容满面的，你应该搞差不多了吧？没有没有，还在搞。好了，备战。希望能获得好评。OK， 已经动好了，我这个老板。哇，
哇，这老鸭汤也好香啊！素素姐，要不要喝一点？好啊，谢谢。哦，好喝。嗯，非常鲜甜。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有经验了，我看到你们，我真的恍惚你们是个厨师。挺好喝的，好鲜啊，喝的好鲜啊。哎，有点膨胀，有点膨胀了啊！开始膨胀了，一份没卖已经膨胀了。王哥来了，看。今天最早的就是12:30，所以不着急。嗯，可以。Hello. Yes. We have normally a table. We have normally a table. What time?Normally 12. What's 12? 12:30. Five people. Oh. Okay. Okay. Would you mind maybe... Because you booked it at 12:30, so okay. you need to wait a moment. Yes, we wait. Yeah, okay. You can. Sorry. Ah, 怎么了？他们客人已经来了。怎么这么快？我的预约制度还没开始做呢。Yes. 还没12:30呢。芋儿鸡一份，排骨一份，红烧鱼一份，牛腩一份，米饭乘以三。全点。芋儿切。等一下，芋儿都没切，芋儿什么切？啊，芋儿都没切，芋儿什么切？我帮你切吧，来，跟我来，我来。哇，你这个这么大工程，你没搞到现在。对不起，我刚才有点膨胀，我知道。你先烧鸡肉吧，先烧鸡肉，这还有一会儿。快走，定12:30的，12:00都来了，我还没打扫完呢。哦，对不起，饭煮了吗？饭呀，煮饭。哎呀，饭还没煮。Je pense que ça va être long ici. Oui.我们马上吃，我们你马上做，加油！马上吃米饭好不好？加油！我觉得，我觉得，马上吃。哎，红烧鱼一个。妈呀，好忙好忙，头皮发麻，怎么办呀？好拼，好好呀，好拼！我要开始了，芋儿鸡，辣椒，颗粒感有了，走你！今天这个应该不是很辣。要上这个上料，要让他知道我们中餐的辣椒的魅力。摆盘要好干，芋儿鸡好了 ，EF 的芋儿鸡。来，红焖鱼好了。It's good, but very spicy. You can put it away. You can put it away. Very spicy. This one. Yes, also. Too spicy, sorry. 芋儿鸡，哎，他们说成非常好吃，可是有点辣。芋儿鸡也辣？对，普遍反应哦。Spicy? Super spicy, yeah. Sorry.Likes eating rice. All right. Oh yeah, we have rice. Yes. Super spicy. 怎么办？我想一想，怎么才可以不辣这道菜？一桌一个东西都没上，芋儿鸡。啊！妈呀！没着急，没着急，快！
这个 OK 了吗？ OK， 这 B 桌给他一个人。B 桌等了好久。来，帮我端上去。好的。Yeah. 久等了。好，开始了，育儿机，育儿机。哎，那是排骨哎，麻烦了，麻烦了，育儿机没好。宇鹤，你上错了，宇鹤，你上错了，那是排骨，他是点的育儿机。啊，对不起 ，sorry。You order was chicken, but this is pork.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都很好吃，反正都很好吃，是吗？啊，都很好吃。嗯，好，现在很好。这排骨怎么样？可以吗？很好，很好，很好吃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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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把这个排骨当成育儿机给上了，上了怎么办？可是他非常客气，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今天没有昨天辣，但是他们居然还说辣。辣，辣，辣，不是辣的，不是辣的，鹏哥。辣，我觉得比我在那个三里屯那边吃的川菜都川菜馆都辣。真的吗？啊，你们看，我就都冲上来了，不是假的。真的吗？啊，他们又说鱼，有法国客人也说鱼也辣了，他们都说这样了已经。真的，真的是，对，我觉得一点点辣。中午大失败啊，怎么办？哎，真的得改良。看来川菜不适合法国，真的不适合。还好我们俩一人有一个不辣的菜。我打算下午把鱼改良了，我完全不做那个鱼了，我绝对不放任何辣椒。今天下午，那你做什么鸡？育儿不辣鸡啊，育儿不辣鸡。他们把排骨吃的光光的，看看小朋友也吃的不错。可以可以可以，喜欢吃排骨，排骨是比较不辣是吗？排骨有点都不辣，排骨是姜也看吧，可能不辣销量会好一点哦。其实你们只要做的不那么辣，他们全在赞那两个菜。真的吗？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吃不了特别辣的。嗯，没问题。小凯对这种感觉比较熟练了吧？对，你可以。我是第一次当，我是第一次当，让我感受一下。脱下我的战袍，下午继续。对，下午我那鱼一定不会那么辣。我都说了，我一颗干辣椒都不放，绝对不辣。我打算只放一颗，真的是一颗，没关系。对，再继续努力，再继续努力，没关系。为什么上课睡觉是很难？为什么那些伤疤我见到？为什么女生不喜欢太胖？为什么别人的手机在响？加油！我给大家买了冰淇淋，在外面那就吃吧。去吧去吧，大家去吧，我们去吃下小凯买的冰淇淋。小凯，你是不是看今天有客人来了，所以你跑去给大家买了冰淇淋啊？对啊，昨天我就说了嘛，我说今天下午就给大家买冰淇淋，所以跟我们来不来没关系是吧？对，他有秘密，因为他是他讲笑话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希望你们在这开开心心的。端菜端得开心，做饭做得开心，扫地扫得开心，拖地拖得开心，收拾厨房收拾不开心。肯定歇着是最开心的。没事没事，来了我们就辛苦点，帮帮你们我们也开心。对对对，分忧解难，少歇两天吧，少歇两天。Maxi，Thank you so much 。来吃个年，再拿点纸。
我在想你平常出来的时候就这样子。回到这个环境就忍不住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说法语还说英文啊？他们英文不太好。对，你那个正好法语能给。而且我这个是四川话，什么河南话，什么东北话，什么都行。然后人家也是带着口音的，也可以翻译过来。他那个好厉害，刚才他说一些就是你完全听不懂的东北话，他也可以把它翻译出来。翻译成英文吗？对，真的。粽子。然后大概都是十分钟以后才回你。老妹儿啊，你干啥呢？Hey sister, what are you doing? Sister, what are you doing? Sister, what are you doing? 真的耶，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我那个正好在这儿，不好意思。Thank you. 拜，上班。好啊，来动起来了。可以帮我削个芋头。帮你削个芋头，好啊。谢谢。需要我帮什么忙吗？不用，谢谢。给你们做点配菜什么的。都好了。我是一个勤劳的人，来了发现大家都比我勤劳。Sounds good. I love tofu. So you want this? Hey, but this is entree. This is just for to begin or is the main? Yeah, begin. It's begin. Yeah. To begin. So. Okay. Yes. We both like spicy. Spicy? Oh yeah, spicy. Yeah. Our dish is very spicy. It's a chicken and it's fish. It's very spicy. 他们喜欢吃辣的。So everybody come here to attend us. Sorry.交给你了，爸爸哥。OK。要不要放辣椒？我觉得别放辣椒，你是两份一块做，对不对？对。我觉得别放。那我上点辣椒粉吧。对，辣椒粉一撒，浇点油就行、是。辣椒。不废话，不需要被风化。可以。飘过青云。飞沙究竟又落在谁的家？不必画出谁的天涯。话说梦也有，就不该继续漂泊，不走不放手。整念旧的人事物，却几番风雨，总是少了几分离愁。将错过当成缘分起了头，美丽的青春再见，让我除了温柔，我微笑的花开后的自由。那这得可乐要给杯吗？那他要不要？他如果不要就不给他。啊，要给吸管吗？好多人呐、啊！交给我们。Yes, yeah, let's go. 有种味道就叫做家，小记忆从来不假，把它仔细千变万化。我觉得我这量控制的有点太完美了，正好豆腐卖光了。那个米饭碗不够了，再刷点。来，我拿过去。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份鸡一份排骨？一个鸡一个排骨，对对对。OK。还有三份鱼，你有三条鱼吗？不要做辣。有，刚好三条鱼。排骨好了，一二鸡好了。哇，今天食材全卖光，开分。Chicken， 特别好吃。Rice， 耶。当当当。Duck soup。What is this？ 小凯，有个法国人说你的汤特别好喝，他一定要问厨师是谁。我出去。走，你去点头一个微笑，就这个，就这个，耶、yeah。
You like this too? Ah, Sydney. Yeah. It's here. Yes, it's very good. Bravo. Thank you. It's ther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This is good and this is spicy. You spicy? Yes, yes, I take spicy. Not very spicy, but yeah, spicy. Because this dish is very spicy traditional, but we are in France, so we made it just a little bit spicy. Well, don't want very spicy. We usually eat very spicy for lunch. People will like... Yeah. Have a good meal. Thank you. Good meal. A little bit. 其实我们做的菜已经越来越西方人的口味了，你不知不觉的在调整。我就刚才那个辣度他们都觉得辣，我今天一点辣椒都没放，一点没放，他说很辣很好这样的。他不辣哈，他说辣。你没放，你只放豆瓣酱对吧？对，豆瓣酱他们也觉得是辣的。他们觉得辣，我真的是惊到了。你给吃一下辣不辣，先试一下。我试了，我已经试了，不辣不辣，放心。耶、yeah, 漂亮。因为换了锅。哎拍没拍嘛。哦，那个鱼估计是觉得有点辣吧。OK， 主厨结束今天。哎，主厨真的好辛苦啊，主厨好累，但我觉得洗碗的更累。还好，你可以出去 social 一下了。UAG 怎么样？没有劲，就觉得辣吗？不会辣是吧？因为今天中午好多好多法国人说特别辣，所以晚上我就没放辣椒。也有法国人不太能吃辣的。How was the food? Very good. It's very special. Never had food. It's good for summer. 杀青了。只差这一次，我感觉我们可以用到节目录完。真的。凑合吧。你看这个跟刚买来的一样。哎呀，这充分证明小白不行啊。看，跟刚买来的一样。刚买来一样哎。对啊。老板笑了哟。哇，反光了。咱们是不是说找一天洗一下这个？洗什么？这个，因为常常出去外面又很难看，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污渍。我觉得用奥妙那个植物酵素。对，用奥妙的酵素去洗，酵素的洗衣液去洗一下。对，植物酵素，国际大品牌。来来来，来来来。Merci beaucoup。来，亲爱的，爱你 ，Love you。辛苦了。Love you too。其实这种画面啊特别文明，三个女人就坐在这儿喝酒，然后几个男人在干活洗碗擦地。我觉得中国的女同胞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会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喜爱的。尝尝我做凉菜，虽然样子不好看。小凯快点怼他一下。小凯是我们负责专门负责怼的。没有，我不擅长怼。所以能怼熟人。我试一下啊。哇，倒着，倒着。来试一下，试一下。你怎么就男的没小片儿呢？没有，试一下嘛，都说试一下。就是凉菜，它不是咸菜。就是凉菜，它不是咸菜。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真诚，真诚。真诚。他这个反应一般。没有，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他觉得好吃，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他通常都这样。耶耶，可以。真的吗？小白，你再吃一口。好吃，好吃。你为什么没有？好吃，是这种效果吗？我还一般是这样。该都是这样，所以就一般。对，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真的碎。不，挺好的，挺好，真的挺好的。没事没事，就是可能我们当他很正常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怎么认同商业互关，懂吗？可能我们这个东北的味道就不太适合这个四川的朋友吃，感觉到一种心酸，自己来。大家回去吧，我们可以找车工。嘿嘿，回家。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夜晚的空气，好好享受这两天愉快的日子吧。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来告我有什么歌？I need you。对我管。I want you。Wow, I want you。